我们现在呢，刚刚回家，洗好澡，整装待发，重新出发。然后你看我们那边那个船友在干嘛？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有多干，有多蓝。欢迎上岸，欢迎上岸，阿妹很棒哎。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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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要去华沙。大家排队上车哦。阿妹有口罩，他不是会发吗？ You gonna go with me? Yeah. You're very brave.You can buy one of them. Whoa, whoa, whoa. It says true, right? Whoa, whoa, whoa. On the ground, it looks like rocks or pebbles.看出来我现在有多狼狈，都是沙、啊。有人有卫生纸吗？我跟你讲，我还玩到破皮哦，好痛哦！你有破皮吗？有，这里。对，我们现在卡车，我们车子卡在沙地上，没有开玩笑哦。哦。我现在来吃个下午茶，等下休息一下去吃晚餐，才有。我的眼睛已经快要闭起来了。对，这位也是。由于他们本来是想要去租独木舟，然后出去滑的，但是因为到五点就不能再继续租借，我们等一下又没有行程了。然后晚上呢，我们等那个餐厅营业之后，我们再去外面吃晚餐，因为我们昨天带来的食材昨天都全部吃光，非常刺激惊险，然后又非常的充实的一天。大家现在就是无所事事，随便乱晃。好幸福哦！我们现在呢，刚刚回家，洗好澡，整装待发，重新出发，要去吃晚餐了。现在晚餐时间，哇，喝我的 CC。哇，很爽很爽，再热一点更爽。我们的食物端出来了，它起司味好重哦、啊。有点想呕吐的那种。现在大家都在看照片，只剩我们俩在这里吃晚餐。我们本大家是在吃东西的，但是云太多，看不到景。大家现在呢吃完饭，天都暗了，准备要走路回房间。哎！你们两个半斤八两啊！今天一早呢，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四点的船要回去本岛，早上的话他们还有些人有排划独木舟的行程，因为像我就是月经快来了，真的很累，所以呢我今天就不打算参加任何行程，我们只打算买杯咖啡，然后一起走路到那个乘船遗址的那一边，就是拍拍照啊看看这样。走路前往遗迹，遗迹就在那里。离乘船很近了，大家很多人在那里。最后呢，还是放弃步行。今天天气又刚刚好。我们终于走到了乘船遗迹。其实我们这样走过来也花了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看到那个举着船桨的爸爸。哦，他很好笑。我们大家现在呢，坐在这里看着船。我们的河爸爸终于滑到岸边了。啊！现在呢 ，Rosie 成为第二个船员，自己滑到那里去看。我两个月经的人都不能下水，只能在这里晒太阳，其他人就下去了。好，我现在导游在帮我游，然后呢，我拍一下遗迹给大家看。虽然说它是买来放的，但是真的还是蛮恐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海中的鱼群。哦，我们触礁了，我们触礁了。等一下，好多鱼哦！而且里面的水很干净，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你看，我现在带鱼过来给你看哦。好。哇哇，好多！你看上来。而且它们其实蛮大只的呢，也太多了吧？你拍一拍，他们就过来了。太浅了，这应该潜很多，对不对？船友们，打个招呼。嗯，呜呼。现在呢，我的导游来带我看螃蟹。他们在这个沉船上竟然有螃蟹，而且还蛮多只的、哦。你看，你们看一下各位，那有螃蟹，螃蟹。而且重点是不小只。然后你看我们那边那个船友在干嘛？晒太阳。他在很容易出礁的地方给我晒太阳。嗨，船友们。嗨。这个水真的很干净，多蓝。好，现在我们回到岸上，现在大家差不多都要开始慢慢的在划回主岸区了，就大。他这个要自己一个人划双人艇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的一直不上来吗？因为他穿内裤下，他的下面的那个形状很明显，他一直不敢上来。欢迎上岸，欢迎上岸，阿飞你很棒哎！好冷啊！这边也终于上岸了，这个漂最久的。回本岛前再吃一下这一间，大家赞不绝口的。好吃吗？那个刺身粉？好吃啊。我们三点半要上船，然后现在离三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他们去租了这个，去借这个沙滩排球，然后在这边打。然后有人在睡觉。终于要搭船回本岛了，三天两夜真的是好玩，但是好累。有人晒伤晒成这样。脖子我看一下，哦，脖子真的很红，又红又黑，黑黑的。跟魔顿岛说再见，拜拜。回家喽，拜拜魔顿岛，回家喽。我们的旅程结束了三天。绝对先选楼下。